同学，请接着看《寄送》的第九首啊，《寄送》第九首。如如所见十，十方中一切刹海及严净，如刹严净亦如是，无边愿者。 所当的这一受记，是佛为微光菩萨授记，你将来成佛所证得的果相。 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啊！这世其果相啊，得同诸佛啊。这个经文好懂啊！如如所见十方中，一切刹海极严净庄严。 清净，到基础啊！这两句话里面含义无限的深广啊！不是这个境界的人，没有法子想象啊，真正是。 不可思议的境界，大威光菩萨，我们在前面看到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都见到，他都其受。啊，所以佛说这个话一说，他就明了。 将来，你的插图啊，你成佛，你的佛国度庄严清净，就像诸佛插图一样啊。那么我们知道，大威光成佛了，就是本经所说的毗卢遮那如来。 那么，他的插图就是我们前面读到过的华藏世界，这是一个大世界，释迦。 弥陀啊，药师如来都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啊,啊，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千百亿化身。 因以佛身而得度者，在现佛身而为说法；因以菩萨身得度者，那就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就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啊，确实。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三十二应是把无量无边的形象归纳为三十二大类啊。大威光菩萨说真的，季松最后一句赞叹他。 无边愿者所当得了，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我们要像微光菩萨一样的、啊、真正发无量无边的大愿啊！这个无边愿是什么愿呢？给诸位说，就是四弘誓愿。 四弘誓愿这个四条啊，每一愿呢、啊、都没有边际呀，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边际；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也没有边际啊。所以断烦恼不是短时间的。 很长很长的时间呢，慢慢去断嘛，啊，你要真有心去断才行，啊，要努力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用什么方法？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这方法了门道啊。 无量法门啊，方法门道啊，也是无量无边呐、啊。啊，这无量无边方法里面，实实在在，世尊跟我们讲最方便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最稳当的、最快速的、成就最高的。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些话真舍不虚啊！啊，念从心起啊，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了，你不要管他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啊，是好是坏。 是邪是正，统统不要去理会，立刻你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最怕的念头起来之后，它继续生长，这个麻烦了。啊，古大德讲啊。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是不觉，这个念呢，就念念相续。诸位要晓得，第一个念头起来是无明啊，还没有造业。第二、第三个念头接着起来就造业了。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念头起了相续相了。 哦，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跟着起来了，这造业了啊！那个觉悟的人呢，头一个念头起来，立刻觉察了；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啊，就把这个这一念呢，转变成阿弥陀佛了。要转得快呀！啊，这个方法真的。 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确实是很殊胜。殊胜在哪里呢？它容易啊，简单、稳当、快速，这个就是它的方便呐、啊。大势至菩萨讲的好啊。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见佛就跟前面所说的、啊“习经无量无边佛”啊，如意妙解见能见啊,啊，见佛就入佛境界了，就成佛了。 一般人，就是念佛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啊，只是听人家讲讲，实际上书甚在什么地方，自己说不出来。因此，愿心信心不坚固，啊，听别人几句闲话，他就动摇了，他就疑惑了，啊，这个是。 了解的不够深透啊，了解的深，了解的透，就不会了你的信心、愿心才会坚固啊啊，所以无边愿者所当的。啊。我们那个四弘誓愿要真实啊，不是假的。 断烦恼，你怎么个断法？你今天有没有断？天天要断啊，怎么个断法呢？天天要发现自己烦恼。啊，要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 把它改掉就是断了。凡夫著学，你看看明朝末年、明末清初啊，啊，连祖师大德，哎呀，都挺认真，在做断烦恼的工作。他们怎么做呢？用功过格。 你们现在读《了凡四训》，知道啊？了凡先生用功过格这个方法来造烦恼啊，来改过啊。啊，莲池大师也用功过格，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 藕叶大师学莲池的，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两母莲池大师啊，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啊，就像儒家了，孟子对孔子一样，孟子学孔子，但是孔子已经不在世了，啊，他读孔子的著作。 啊，有疑问呢，在问孔子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啊，他的成就超过孔子所有的学生。啊，欧耶大师学《莲池》，学的很像啊，啊，确确实实，欧耶大师的成就。 也超过了老师。世间跟处世间两个最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世当中遇不到真善知识，学古人啊，以古大德做老师，你要依他做老师。 你就认真跟他学，啊，他的著作天天念呐、啊，老老实实念的，念了之后学，念懂一句学一句，念懂两句学两句，天天认真努力学习，啊，至少要学十年，就跟老师嘛，至少要跟十年，你自己这个根才扎稳呐。 你们有十年，你们有根啊,啊，你不会有成就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坐卧到极处这个时代，啊，十年是最少最少的了，啊，你把根扎下去，啊，无根无力了。 它慢慢才会开花结果，啊！所以要断烦恼，要学法门。再看下面第十首：今此道场众慧海，温如愿以身性要。介入普贤广大臣 发心回向去菩提，幕后两手是赞叹大威光菩萨，现前就能够自行化他，啊，赞其现能利他了。 诸普贤行，所以自己要不能成就，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啊，必须要知道，自性呢就是化他，自己不肯真正依教修行，化他谈不上。 啊，你说你讲一点东西给别人听听，那是画他吗？自己都没搞懂，你怎么能讲得出来？啊，讲了大半天呢，别人没听懂啊。啊，不但没听懂啊，常常把你的意思曲解了。 这个事情呢，太多太多了。不单是我们今天末世啊，古时候有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哈，愿解如来真实意，谈何容易啊！你不入佛的境界，你怎么懂得佛的真实意啊？啊，几个人入佛境界？啊，化身菩萨入佛境界？ 这常说的，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一品了，至少破一品。啊，你才真正能体会到少分如来真实少分呐、啊，十诸菩萨少分呐。啊，要到实行实回向。 才算是多分呐！啊，舍呀，那是名副其实的多分。啊，那么我们今天晓得，我们为什么一分都不能其如？见思烦恼未断？ 自私自利，明文利扬，贪嗔痴慢，啊，还有这个念头，啊、这个是你的念头没断呢，还有这种行为，你的业没断，你看看，祸没有断，业没有断。 哼，你就知道你的果报就不断呐。啊，果报现前最可怕了，啊，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不能不知道。佛在此地赞叹呢，今此道场众会海，啊，这个道场。 如来道场啊，除了大威光带他的眷属、臣民啊来拜佛之外，佛道场周边菩萨声闻不知道有多少啊，以众会海啊,啊，这个众是团体，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一个团体。 就像我们在这个经前面所看到的，啊，许许多多团体啊，文如愿意生心要听到这个微光菩萨法的大愿，赞叹，替他庆幸。 啊，有这样一个大心的，发这么大心的菩菩萨，那他将来的成就不可思议。啊，他是介入普心广大者。啊，微光菩萨其心通力，言语造作，点点滴滴。 都跟普贤行愿相应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普贤行愿呐，普贤行愿就是微光菩萨了。 普贤行,行愿的特色，广大甚深，没有边际啊！礼敬如是，称赞供养啊，忏悔业障。 长随佛学，恒顺众生，没有一样不如是。啊，这是一个普贤大行，百分之百。 圆满的成就啊！啊，那么大威光现在这个地位是什么菩萨呢？普贤菩萨了。跟诸位说，当位的普贤菩萨，你们看看对不对？ 济松最后一句，啊，第十一首最后一句：“普贤菩萨一切行，当位的普贤菩萨嘛。”所以，大经里面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行，不能圆成佛道啊。啊，你要想圆满证得无上菩提，修什么法门呢？ 普贤法门，啊，《华严经》上讲的普贤法门，极乐世界，你看看《无量寿经》头一句话：“先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学大成。” 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不能不知道啊！要真干，要认真努力。啊！再看下面一首，无病。 国土夜夜中啊，昔入修行金界海，一诸愿力能圆满，普贤菩萨一切恒。啊，这个句子是连起来的。第一句讲的是空间，第二句讲的是时间。 空间无量无边，差土夜夜处，那个中就是处啊，异处啊，啊，时间紧界海啊，那我们晓得，这当位普贤，前面我们读过，他有能力入。 微尘里面的法界虚空界啊，夜夜微尘呢，里面有法界虚空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微尘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啊，也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前面我们在经上读过，啊，这个世界重重无尽呐、啊，谁能入呢？普贤菩萨能入。大威光今天是当位的普贤呐、啊，啊，所以他这个才叫做圆修圆正。 这个一般菩萨没有办法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必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你都去了，啊，你都有能力在那边供佛听经闻法。 啊，也能为人言说。微尘里的插图你不知道了，你只能在一个表层呢，你没有办法透过重重无尽的法界。 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啊！我们的学习，知道这些事情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怎么样学呢？得按部就班的学啊。首先，要断烦恼，要拓开心量啊！你要记住。 小心量，没成就啊！中国古人常说：“量大福大了。”啊，你看微光菩萨的量多大？啊，普贤菩萨的量多大？啊，他那个大量从哪里来的？跟诸位说，心量。 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量为什么这么小？我们的心量跟微光菩萨、跟普贤菩萨不有两样吗？本来就是没有边际嘛。现在为什么心量这么小？ 心量变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迷失了本性，起了无名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把你的心量啊变小了。 无量无边的心量，现在变成小的可怜，连一个人都不能容纳。啊，甚至于小到连自己也不能容纳。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事实真相要了解啊！我们的亏，无量借来啊，吃了分别执着的亏呀、啊，一直到今天还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啊，这个就是。 迷而不觉，佛常常讲，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读了听了，怎么样呢？依旧不觉。世间人常讲麻木不仁呐，啊，我们真的。 是麻木不仁呐！啊，尤其是现前的社会，啊，修行决定要靠自己，没人帮忙啊！啊，从前。 有老师会帮助你，同窗道友会帮助你，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为什么没有呢？也不敢。啊，现在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讲人权。 父母不能管儿女，儿女们有人权。啊，老师不敢管学生。啊，昨天我还跟格里菲斯大学校长，我们在一起吃饭，啊，他们讲的人权。 我跟他们讲，我说中国古时候有侵权，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在座一桌人都不知道。啊，亲是父母啊，啊，侵权在清朝末年，过去因为我不是学法律。 我能够记得，小时候我知道，啊，法律上也讲清权处分，啊，就是你做父母的，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天下父母心呐、啊，儿女怎么坏，在父母心目当中多好，啊。 哪一天父母啊，哎呀，说这个儿子不好，说这个儿子不孝，很坏。父母要告到地方官那个地方去，我这个父母不这个儿女儿女不好不孝，啊，你把他处死刑，立刻就就执行，没有辩论的，这叫侵权处分。 啊，实在讲啊，这个法律是有好处啊，啊，古时候很少有不孝父母的，纵然不孝，表面上还是要装着孝，为什么呢？这个条法律太厉害了，啊，不可以找律师的，侵权处分，啊，那么这一条法律呢、啊，大概是在民国二十年初。 废除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十岁啊，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我知道这种事情啊，所以在台中，李老师谈到秦腔，我知道啊，他给我们。 这个同学们讲，啊，我说我有有这个印象啊，所以父母能管教儿女啊，能处罚儿女啊，啊，现在不行了，啊，从前老师。 能处罚学生、啊、能管教学生、啊、学生不敢不听呐、啊，受约束啊。现在没有了，所以今天要成就，没人教你了，你都要靠自己啊，完全要靠自己自觉自发啊，不能自觉自发的，都不可能有成就。 那么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生活的就是年头不对呀，啊,啊，时节因缘不好啊，啊，所以我是非常羡慕啊古时候那种社会。 父母教儿女，老师教学生，啊，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啊，所以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了，啊，他如果要做不善的事情，啊，昧着良心的事情。 他就想到什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啊，常常想到父母、老师不善的事情，不敢做啊，啊，重大。 恶行，他会想到啊，我这样做，对不起孔老夫子，对不起我的祖宗啊。这一点善念，维系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靠什么？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靠这个啊,啊！那我们看这首偈，这个境界还得了吗？啊，这是不可思议，无边故土是包括微尘里面的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 普贤能如，在这个里面修行，境界海啊，啊，无量界又无量界，没有法子计算的啊。他修的是什么呢？一柱愿力，能圆满普贤菩萨一切行。 普贤菩萨一切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特别理世间品，啊，大家都知道了，清凉大师把这一部经分成四大段，啊，就是现在人讲啊，四个单元，信解行正。 第三个单元行呐、啊，立世兼贫，那就是普贤菩萨一切行呐、啊。普贤菩萨一切行说不尽呐、啊，《华严经》上乐居，两千种心门、啊。 啊，那么这一瓶经也茶一共有五句。啊，第三个单元，一切行的纲领，就是本经最后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啊，十大愿呢？ 是普贤行,行的总纲领，啊，展开是无量无边呐，啊，一切性呐、啊，我们初学，啊，从哪里下手？从纲领上下手。 啊，学礼敬祝福。对人、对事、对物，要真诚恭敬。啊，这是在我们现在境界里头可以学习的。 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不真诚，不可以不恭敬呢。啊，称赞古大德教给我们，隐恶阳、善啊，这个话说。 别人不善的，绝口不提；别人有善的地方，应当我们加以称扬。啊，你们想想，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能够称扬别人的善，不说别人的不善，这个社会，你们好好想想。 多和善呐、啊，啊，和睦善良啊，世风淳厚啊，啊，在今天社会恰恰相反，你有好的的事情啊，绝口不提，啊，你做的这个卧室啊，给你加倍的渲染。你有一分不善呢、啊。 他能够把你说成十分，啊，整个社会彼此都是如此，称扬自己的善，称扬别人的不善，所以社会混乱，啊，动荡不安呐、啊，天灾人祸从哪呢？从这里来的。 我们要想的光秀供养啊，光秀供养，用今天的话来说，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条件。 尽心尽力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念头？在佛门道场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不少义工啊，啊，常常来帮忙啊，是好事情。 他有没有真正修一点功德？啊，功德很难。啊，修一点福德。啊，福德里面还夹杂着不善、啊。为什么呢？到道场来呀、啊，看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看不顺眼。啊，都不合自己的意思。 心里心心里面难过，口里面怨言，啊！但是他还是为常住佛，所以说是他夹杂着很多不善呐、啊，啊！所以福都不能全，那个福果报里头将来还是有福，福里面有很多气呀、啊，福气呀，啊！福是有啊，但是气是有的受的，什么原因呢？ 因如是啊，果就可想而知啊。啊，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不善呢放在自己心里头？这是我在讲堂常讲的错误啊！啊，别人不善他的事情与我什么相干呢？我何必把它放在我心上把我的心染污了。 吃亏不是他，是我。这是愚痴啊！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傻事。啊，忏悔业障不但是天天忏悔，真正入普贤境界，念念忏悔呀！啊，念念 立过绝非也啊，那是真忏悔呀！啊，长随佛学啊，随喜功德了，勤传法轮，请佛诸事啊。 对于善知识、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尊敬啊，一般人不认识。啊，善知识住在这一方不得离。啊，他认识，他代表大众的祈求。 勤善之师，教化一方啊！勤善之师常住此处啊，那这个地方人就有福了。自己以身作则啊，做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 在中国，有最好的典型榜样，印宗法师对待慧能最好的榜样啊！你仔细去观察，你就读《坛经》，啊，印宗把普贤习这个声韵表演出来。 你们想想看啊，礼敬赞叹供养，啊，忏悔业障，啊，这个随喜功德，哎，请转法轮，请佛诸事，你仔细去观察，因宗做出来了。 他做个当事人看，《谭经》里把它记录、流传到今天。我们今天读《谭经》，啊，我们明白了，他做了给我们看的呀。啊，你看他怎样对待个善知识，想想我今天是怎样对待善知识。所以，他有成就，我们有成就。 这里头有原因呢，啊，当然，真正根本原因，古人从小受过好教育，啊，从小有人教他，我们现在这一代没人教了，跟从前人不能相比、啊 但是要不能改过来呢，那就没法子了。我们的学业不能成就啊！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下面经文啊，下面经文是大悲光遇第四尊佛啊，请看经文，诸佛子。 比摩尼化智轮大林中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很熟了啊。佛都在这个地方示现出世，说佛有佛出，号名称普文莲花眼庄。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大福德了。 大福德的人才能够感得如来出世啊！啊，那么这个《与第四佛经文》有四段啊，文魂为四，这是第一段：佛出人中。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 月下呢，嗯、莫泪青莲。啊，从相上讲，佛的眼睛像青莲花叶。啊，要是就德行上来讲，那德行呢，啊、心无所染。这是讲的德。啊，跟我们解这个讲这个名字啊。 相德高显，名称外壮啊！摧邪重归也，故曰床也。啊，这个几句话都是为我们解释佛陀名号里面表法的意思。啊，先从莲花眼说起。 莲花眼，从相上说，啊，佛的眼睛像莲花，细长。啊，从德行上呢，莲花也表德，出污泥而不染呐、啊，能够在六道九法界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 教化一切众生呢，绝不受丝毫的染污。换一句话说，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一丝毫影响没有。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德行呢，不断向上提升。 这个是显示出它要大定大智啊，所以在九法界里头不染污啊，向好德高啊，名称我们讲知名度，自自然然就出去了，名称就是知名度。 不闻啊，知名度高啊！啊，垂邪佛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帮助众生断烦恼，帮助众生断习气。啊，大众来皈依，这皈依是来到佛所，向佛学习。 所以幕后啊，有“床”这个词，床高些。啊，这时将佛的德号含义略略介绍出来了，请接着看。与第四佛第二段，事实。大微光于此命中生。 须弥山上，极尽宝供天城中，为大天王，名利垢福德床。共住天众，居以佛所，与宝花云。 依为供养，大威光以等觉普贤的地位，他视现的做转轮王位。 菩萨视线为转轮王位，这个时候转轮王命中了，佛报大，功德殊胜，啊，真的是不断在实现呐！啊，那么底下呢，他。 在转轮王位，这是人间呢，啊，世仙命终，生须弥山上，须弥山上是套利天呢，啊，忉利天三十三天啊,啊，到天上啊，就做天王去了，啊，世仙为天王了。 极尽宝供天成中，啊，他生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天王，啊，名利垢福德床，啊、嗯，真正是就近圆满的福德。 佛，称之为德什么是他的德呢？清净不染，这是德了，这是大德了，啊！床，佛经里面用的最多，高显啊，德高明显。 这是介绍。那我们晓得，微光太子啊，他生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福报很大，人的寿命啊，两小节，这我们前面看到啊，两个小节，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啊，他曾经遇到三尊佛。啊，第四尊佛呢？ 他是在转轮王位命宗之后啊，升忉利天，在忉利天上也做了天王。啊，这个时候还是同样在这个摩尼花之轮大轮当中啊，第四尊佛出现啊，在这个地方出现啊。那么他虽然是升到天上。 这个地方是他从前居住的地方啊，啊，非常熟悉呀，发源很深呐、啊。哦，佛又在这里出世了，啊，他从天上下来，来供佛了，所以供住天中，啊，带了诸天大众啊，当然也带了礼物。 居以佛所，与宝华云一为供养。啊，这是天人对佛的供养。哎，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天王九贡，就是这一段文。” 也有两个小段，啊，第一段呢，说明菩萨行进，报出天空，啊，净是进步、进展呐、啊，啊，果报在天空。 那么这个辰，即是粗平所列之一啊，这个平粗所列之一啊，是属于三十三天。第二段呢，这就是共主天中。啊，共佛啊，知佛可归也。 施化王公没有一样啊，不是做出样子给众生看呐、啊，让众生看到。哎，你看天神都来供养佛，可见得佛的德行之大了，感召的。 天神都来供养，增长大众啊对佛的信心，对佛的仰慕，发心向佛学习啊，福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呐、啊。 这个佛法里不常说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如果没有千佛在这个像拥护这一尊佛，也没有办法教化众生。啊，众生不认识，不知道啊！啊，他怎么会知道你有德行？怎么会知道你有学问、你有能力？啊，所以一定要有真正内行人来介绍。 啊，哪是内行人呢？诸佛是内行人，啊，所以一尊佛出世，诸佛啊都来做他的弟子，啊，做他的徒众，做他的护法，那都不是普通人啊。诸佛如来啊，好像唱戏一样啊，哎，你唱主角，我们大家都给你唱配角。 啊，给你跑龙套，啊，在后台说不定跑龙套还是他的老师，是他的长辈，多的是啊。因此，确确实实不能小看着。你看，世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他的这些大弟子当中。 舍利佛、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呀、啊，九远界已经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他来世他来事先做学生啊，故意啊装着什么都不懂。释迦牟尼佛来教他啊，其实教他是教广大众生呐、啊。 啊，他们是来唱这台戏的，众生是观众啊！啊，这个佛如是，世间大善人啊，我们想想，孔孟是不是也是来演戏的，来表演的？ 啊，在中国这些圣哲老庄，都是啊。啊，你只要细心观察，你就要了解了解了。再看第三段啊，第三段说法，是比如来，为说广大方便，普明遍照修多罗。 这是这个名称普文莲花眼窗如来为大家设的主经啊，这个经的名字叫《广大方便普门遍照修德罗》啊，修德罗就是梵文经。 世界海未成素修多罗而为眷属啊！那么我们想想他所讲的这部经，是不是《大放光佛华严经》呢？给者说一点都没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的这部经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这第三段呢讲的说经啊，清凉说方便之言呢，略有三种啊，这个经题里面讲的广大方便。 啊，什么叫方便呢？这有三种，啊，这个三种是佛学常识，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一种，无设权施，取巧方便也，去是委屈，嗯、巧是巧妙、嗯，这是什么呢？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但是啊，说这些这个方法呢，能够把你引入正实，这才叫方便呢。清凉大师在这个抄里面啊，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无实者。” 如五无三成，啊，哪来的有三成佛法呢？现在我们讲三成五成，啊，这根本都是假设的嘛。没有什么三成，啊，他说有三成，跟你说菩萨成，这个这个圆觉成，声闻成。啊，所以这个是、啊。 叫权属，须知参三天出门不惑。这《法华经》上的例子，啊，《法华经上》上举的例子，啊，逗小朋友啊，门外呀、啊、有三个车啊，有马车啊，有鹿车，有羊车啊，啊，到了门外去了之后。 陆车也没有，洋车也也没有，有马车，啊，那么这个陆车、洋车的时候呢，是虚虚虚构的，不是真的，啊，希望你们心里想这个东西，房子里面起火了，叫你们赶快出去，啊，你们也不懂。 用这个方法来引诱你哦，那边有好玩的东西，出去就好了。啊，这个说的话不见得完全是真实的，这个叫方便，这是第一种方便。啊，目的达到了。啊，这个第二种方便呢是礼本无言。 假言而言，大方便也啊。那么这个方便是什么就是一切诸佛现身说法了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八相成道，为大家讲经说法三百余会四十九年。 方便说，啊，为什么呢？理本无言，啊，他所证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哪里有一句话说？啊，所以佛在法华经上呢说了几句话，说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呐，以方便利故。 谓无比丘说：“啊，诸法即灭相，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能说得出吗？说不出，不但说不出啊，你想也想不相，想象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天天在探索。” 啊，说出了许许多多的那些道理，啊，那些道理呢，都是在猜测，啊，这一种理论跟那一种理论不能够圆融，啊，这个科学家发现的，那个科学家发现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能不能找到事实真相，永远找不到。 为什么呢？不可以言宣，你天天要用思想，要用言语，找不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利言语，利想象思维想象，啊，所以说不可思议，啊，思就是不能想，意就是不能说，啊，道不可思不可议。 这个事实真相，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要一思呢，就错了。一思怎么样呢？把真相变成设法界了，变成六道三途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设法界、六道三途从哪里来？从思维想象来的，啊！所以你用思想。 用言说，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事实真相。啊，那事实真相能不能明了呢？能，哎、啊，立言说，立思维，事实真相你清清楚楚、明明白明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讲是定中境界。 你的定功越深呐、啊，你所见到的就越广啊，越透彻啊！啊，普贤当为普贤呢，那定功是极深的啊,啊，难如微尘里面的世界，不可思议。 所以，他为九法界众生啊，当然这包括我们六道了啊，为我们示相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因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这个现身是相方便的啊,啊，本来没有身的、啊。 哪来的身？能现一切身，能随众生身,身而现身。哎，就像日本人研究这个水一样，能随一切众生心呢，它现不同的结晶。那个不同的结晶就是水的相，啊，就是它的身相。啊，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啊，不同的感就有不同的应。 妙不可言呐、啊！啊，虽然事相，他也没有思想，他也没有言说。啊，事相是方便，言说更是方便。啊，所以以方便立故啊，为无比求说、啊。 这是佛开始讲经说法，为无比求啊！以后这个这个这个视线、呃、的场面越来越大啊，到最后形成了一千二百五十五人的僧团啊！这一千二百五十五人跟诸位说都不是凡夫啊！ 都是诸佛菩萨来印花、来实现的，啊，来跟释迦牟尼佛唱配角的，啊，释迦牟尼佛唱主角，啊，就这么回事情，所以一切佛法都是方便法了，因此佛法不亏执着，啊。 佛在《金刚经》上不是说的清清楚、明了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意思就是在此地啊！佛法不可以执着，你不要以为真有啊！啊，你要是执着了，你错了。啊，为什么不可以执着？所谓方便法，就是因缘生法。 诸佛菩萨示现是因缘生法，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也是因缘生法。希望你透过这个方便呢，悟入真实。这是要靠你了，啊，完全靠自己了。佛对一切众生的帮助加持，只做到开始。 众生得利益呢？要他自己误入啊！这个开始误入是师尊在法华经上讲的啊。那么众生为什么不能误入？不能不能不能误，不能入？你的烦恼习气没放下，把你的悟门。 堵塞了，把你的入处障碍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悟，你也没办法入。佛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烦恼不能不放下啦，习气不能不舍掉啊。 这个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跟佛缘深呐，生生世世都接触到佛法了，啊，都不能够误入，原因就是我们不肯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 不肯放下自私自利，不肯放下贪嗔痴慢啊！这一生还是不肯放下，这一生跟过去生一样，依旧不能误入啊！啊，那不能误入，那就李老师讲的了，这个世间一切的。 苦、灾难、果报，你要承受啊！这个东西虽然是假的，梦幻泡影。换一句话说，你天天还是要做噩梦，噩梦里面恐怖的境界，你天天还要感受，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真理，啊，真实的，那就是这个一针发界，言语道断，心心出名，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不是说哦，这个不能想啊，这个不能说啊，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理解力达不到他的境界啊，一由思议呀，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就不是一针了。啊，一针里头没有思议。 我们先前非常麻烦了啊，我们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意，啊，能不能入一真法界呢？不能，为什么呢？你一切都不想了，你躲在无明里头，麻烦大了，啊，那个也很不容易、啊、什么都不想了，啊，什么也不说了。 真的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了。你将来果报在哪呢？四禅无想天啊，无想天是个外道天。死了以后还是堕落，还是搞轮回。为什么？堕在无名里头。你不觉悟啊！啊，佛菩萨他们入。 不思议的境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不糊涂啊，那就对了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遍虚空法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没有一样不知道。 临明觉知啊，这是佛境界，这个境界就对了。啊，如果你什么都不想，什么也都不说，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无明啊，<laughs> 那个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必须要下的 禅定，定中有境界，啊，定中不是没有境界，啊，定中里面的境界呢，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是大乘菩萨禅定的境界。 世间凡夫有四禅八定，他为什么叫凡夫呢？四禅八定定中也有境界，但是这个定中境界呢，它没有立分别，没有立执着，所以是凡夫啊。他这个定。 不能开悟啊！大乘佛法里面定呢，他开悟，为什么开悟呢？他定中境界，他不分别、不执着，就有悟处啊！你就想想啊，这个分别执着是多麻烦呐、啊！四禅天人，四空天人。 那样深深的禅定，五门佛经依旧被妄想分别执着给堵塞了啊！休闲。 远，真不容易啊！啊，这个我们世间人呐，如果是遇到一个神仙，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了。我今天跟老神仙修行呐、啊，啊，将来大，将来升天，出不了三界，啊，跟老神仙修定，啊，将来到哪里去了？到四禅天。 到四空天，出不了轮回。啊，这是语言不同。你要遇到个菩萨了，遇到个罗汉了，不一样。遇到罗汉呢，罗汉能帮助你出六道轮回。你遇到个菩萨呢，他能帮助你出十法界。 他怎样帮助你？啊，总的原则叫你看破放下，秘诀在这里啊！啊，看破什么是明了，啊，明了事实真相，明了道理，啊，叫做看破。明了之后啊，你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悟门打开了，没有障碍了，啊，你其如佛境界的障碍没有了，你能悟，你能入，你能悟多少，你能入多少。 那就看你放下多少，决定成正比例。你放下的越多，你误入的越多，还要不断放下了，啊，永远没有止境的放下了。 自己以为都放下了，到那个境界，小的，哎，还有一些没放下啊。所以，凡夫修行成佛啊，怎么成的？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呀、啊。三界之内，能把一切。 执着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能把一切分别放下了，十法界就没有了；能把一切妄想放下了，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个界位没有了。 然后你就晓得，佛法的设施没有一法不是方便法，啊，通通是方便法了。再看第三个，这个方便的意思，全舍无智啊，啊，智就是障碍的意思，啊，一大王。 后面两句，离寺借照啊，方月普门。啊，这这个两句是解释什么叫普门，前面都是解释这方便呐。啊,啊，全舍无碍，那就是华严境界了。啊，清凉常常给我们讲，离寺无碍，全是寺。 实是理啊，性相无碍，全是相，实是性啊。你要进入这个境界了，起作用的时候，四思无碍，哪来的障碍啊？ 那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佛给我们设了很多障碍，啊，什么障碍呢？那戒律就是的，啊，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这不处处都有爱吗？没错，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开障碍，啊，所以佛，来给你设这个这个这个呃设定。 所有一切恶的，统统不能做；所有一切善的，统统要修。哪一样不是方便的？啊，为什么要给你设这么多戒律啊？来这来来叫你，又说你，叫你遵守呢？ 因为你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都离开了，跟诸位说，戒律没有了，完全不讲了，事事无碍，啊！那个时候戒律没有了。 那是什么境界呢？孔老夫子七十岁以后的境界，随心所欲不逾矩，真的一切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啊，完全合乎这律。为善无啊，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言语、你的造作，只有善，没有恶。 只有利益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一切众生，不一句啊！啊，父子佛菩萨再来呀、啊！我能肯定啊，但是没有证据。啊，为什么？否则的话。 一个人休行。啊，从十五岁开始，到七十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太难了！啊，但是父子为我们表现的，他完成了。 啊，他自己的论语》里头记载的，十五岁有志于学，啊，三十而立，啊，三十岁学成了，等于说毕业了。毕业之后怎么样？毕业之后磨练，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书本上所学的，啊，老师善友教导你的，你要做到啊，啊，他真做啊，做了十年，四十岁，四十而不惑啊，啊，不惑是什么？说明。 他应接得定啊，这个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十年呢、啊，他能够把他所学的通通落实，这就是持戒啊。十年下来，心地清净。 不惑就是呢，不受外面境界诱惑了。孔老夫子四十岁啊，不受外境诱惑了。在我们佛法讲，这是禅定啊，因界得定啊。啊，悟事而知天命，智慧开了。 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知道的不多啊，能够摄入少分啊，我们一般所讲的因缘果报 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对这些事实真相，啊，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啊，透彻了。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人不会造恶业了，啊？为什么呢？他知道造恶业自己要承受恶果，谁也不能代替，啊，不会干这个傻事啊！所以，我今天还劝我们的同学。 啊，从美国寄来的，美国的一些学者专家研究前世今生，啊，轮回、报应的事实，啊，这个报告，他们寄了三十册来呀，啊，依旧在。 研究阶段，他们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现在很多人说，肯定轮回是事实，国报是事实，但是还不能够普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啊，还是当作学术研究。 你看外国还在这个阶段，但是在中国几千年，我们完全接受了。那这样说起来，外国人比我们落后至少两千年了、啊。啊，在这一门这个学术上呢，我们超过外国两千年了、啊。我们相信，深信不疑，所以一生。 不敢做坏事啊！纵然被别人坑了，我们也甘心、情愿、情愿的接受，绝对没有成会，绝对没有报复啊！为什么呢？成会报复啊，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都痛苦啊，何必呢？ 啊，吃一点亏算了，来生来世好朋友。啊，彼此两方面都得利，益。这个好啊。啊，所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比外国人进步至少两千年。啊，所以今天外国人这些研究东西。 我们要帮助他，啊，帮助他宣传，啊，这个也是什么？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吗？啊，他的发现呢，我们在旁边赞叹，我们当影响众，啊，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啊，我们在全世界到处宣扬。 啊，让大家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齐心动念，言语造作，谨言慎行呐，啊，有、啊、助于世界和平，有助于世界大同，这好事。 四离解照，照是智慧，照了照见啊。对于理通达明了，四清清楚楚，这叫普门。清凉大师这个朝里面说的很好，设有未师迷空啊，观空不疑于事啊，即如来方便至见波罗蜜。 皆意居住啊，啊，这个是如来国位上，通通都居住啊，啊，这个是大德大能呢、啊，能够普度众生啊。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啊，这是说这个经呢，把这个经题意思说出来。 我们想想，还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这广大方便普门遍照修到了。十天王众闻此经义得三昧，名普门欢喜藏，以三昧力能入一切法实相海。 护士业已从道场出，还归本处。这段经文就简单了，啊，虽简单呢，交代的还是很清楚，啊，这一段是讲德业还归，供佛文法决定得利益了。 得利益之后啊，再叫回去，啊，回去说回去依教奉行啊，这才是真正佛的好学生啊！啊，我们看清凉的注解，文上普发，正受安住。 正、啊，是正确。啊，一丝毫没有偏差，没有错误。受是接受。啊，身心呢、啊、安住在佛陀教诲之中啊，法喜无尽呐、啊，故名悦藏。啊，叫欢喜藏。 由此正达住实相海，这个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由于他得到这个三昧，啊，就是普门欢喜藏三昧，啊，他能够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就是以三昧力能如一切法摄相海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此界之中设须弥尘述如来啊，这这这一小节，这人福报不可思议。 一界里头啊，有十个须弥乘塑如来出世，但是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多少？经上讲四尊，讲四尊佛，啊，是金丹云寺啊，又没有这个总结，啊，这集会古今没有这个经文。 这个戒会呀、啊，古今见证得业，啊，这个等等，这个等，应当有的，那通通都没有，啊，这是什么呢？尽来未尽，就是这一品经不完整，啊，传到中国来，这个本子啊是个残缺不全的本子，啊，后面呢，后面的失掉了，啊，后面应该还有。 这个大师在底下的时候有几句话说：“若借会者，啊，这个设子是错的啊，这个是开会的会啊。若借会，应云而是微光菩萨者，譬如遮那佛是啊。他应该要有这有这个句子啊。这在我们想象当中啊是肯定的啊。这个呃。” 字幕上这个词大家改一下啊，这是开会的会啊，若借会诊。啊。那么今讲到这个地方啊，俗姓殷古州讲完了啊，但是这个后面呢，李长哲大师有几句话说的很好啊，我们在此地也念一念，让同学们呢都知道。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是这个《苏论转要》啊，道配禅师给我们编的啊。这是《苏根论论》呢重要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论的都说，来文未足，未有终结之处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来文从印度传来的。 繁文啊，不足不足就是有欠缺啊，有失掉的啊，不完整。此品但明引古印今的啊，引古佛来印证今天毗卢遮那佛出世之法。 古佛怎么样出世的？怎么样教化众生的啊，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出世之法了，跟古佛一样的呀。啊,啊，古今相谢不异。啊，没有两样啊，佛佛道同啊。又名索性。 要道高发盛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啊这一品经里面看到的啊，他所信的，他所爱好的，真的是道高发盛，人寿命长远啊，我们看到这是很羡慕啊，获德所居、啊。 一正果圣，见佛闻法，所获利益甚古啊！真的是叹为直观呐、啊！啊，人的寿命年小节。啊，所以这个人生在世间。 不仅仅一尊佛，啊，总是要建好几尊佛，啊，那么你供佛、重福啊，啊，闻法、开悟啊，啊，第一是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我们常常在讲席里头劝导同修。 我们是真正的佛弟子，必须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放弃自己的想法看法，随顺经教的教诲。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啊，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认真努力做，好好的学习。 佛在经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不可以想的，啊，我们决定不要明知故犯，啊，这才是真正修行，真正学佛，学的相佛，啊，从相似的佛学到真正跟佛一样那就成佛了。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是《华严经》四分啊，这是第一个大单元，举古劝要生信分啊。清凉大师把经分成四分，这一个大单元到这个地方讲圆满啊，这一个单元可以独立。 我们这个经有四个单元，啊，那么这是一个大段落，啊，那么将来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流通，全经讲完了，四个段落就是一部完整的《大方广佛化缘经》。好，谢谢。